穿了吗？我都跟你说多少次啊，尿完穿之后给他穿点肉饭下来的，自己给洗洗啊。只是越闻越糊涂了，说多少次你都不听。尿床不正常的尿的，你不爱尿的。岁月匆匆，像一阵风，多少故事留下感动，谁能无悔，谁能无泪。爷爷，啊，这里，这是我给棉的抽绳纸尿裤，这块假厚型的抽绳纸尿裤可以黑亮洗手，一夜只换一片，还能够躲成黄漏。你又乱花钱，这混个钱容易吗？因为我不穿。爷、哦、爷，啊，你小时候没穿过纸尿裤吗？那是啥人都没带了，还穿起来嘞？哎呀，哎，你咋来了？咋？你是真的都给我说了，这回我给你买的老年纸尿裤，年纪大了尿床也正常，你别搁心里去哈。